咱那里就是妖娆多姿，这毁谤者摧残着我们，来啊兄弟们，抓一波，万一有意外收获呢，这都不一定啊。等一等，为什么下路是个大头加上拉克斯，哎无所谓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往进来，我的人头啊，可恶的武器大师，家伙，全军出击，我得回家了，25我们回家啊，就是根本就不让回家呗，那来吧，那来来来来来打吧，救救救救救救，一换五就对，就打就硬打，谁今天怂谁就是孙子，就硬打，就根本就不让走，就非得要一打一换五，行来吧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没有人是无罪的。二换六，还行，嗑药啊！我刚才寻思那个药我不嗑，我正好回家能。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啊，错了还不行吗？完了，他带的是点盐，我真是没想到，那剑姬怎么还带点盐呢？可恶的点盐！装备了啊，这边有点装备了。原来是点盐剑姬，我今天跟你击剑，完了。其实我们死挺好，我不想这把就是结束的太快，你知道吧，这样剑圣拿不到六神装的话，玩起来没有那么特别的舒服。收他一下，抓抓抓抓抓抓，还行啊，重印攻速还是比较快的，这剑姬挺能引的。算了，回家了，没什么好弄的了，回家了。攻速海的话不合适，我们还是得先出一个巨齿短臂。下边要注意了，他有点盐，我们没点盐。有些时候啊，有的兄弟可能就拼不过对面，但是你不知道因为什么，虽然你把他杀了，但是你拼不过他，就是因为召唤师技能，你知道吧，如果我们能把点盐等着，然后跟他的点盐吸地一样了，那么下边我们俩就都有点盐，这样呢就能打过他的概率就会增加一点。
先冥想一下，吃个药，把弱点刷了，这边直接勾引他一手，他以为我在后边，其实不演，我们在这里。这个剑劲儿啊，挺凶。虽然我不知道他凶什么，但是他好凶。这波不跟他打，一定不能死啊！哎呀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技能换技能，他亏了个点炎，可以接受。下边还能打。下边还能打，别着急。剑姬小带呀，小什么带？小带。他技能全打完了，他连没打死我，他有个屁用？就相当于是亏了。下边我有点烟，他没有点烟，明白没？明白明白。这不是消带，这是乱打的。我们是有备而来。不回家呀，回血，我靠，那凯旋回血为啥没回呀、为啥不回呀、因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回血？我佛了，哎，佛了又啊！不是 W 早了，我刚才想秒 W 一手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没扛掉，好像是没扛掉。稍微差了那么一捏一捏，我既然有着温暖希望。这个红目前我们不配吃啊。没有人是无罪的。先打个骸骨，走。算了，别去了，别去了，死了。哎呀，这个武器大师呢是3-4开局，而对面的瞎子呢是000开局，好像是啊，0020还是000，我给忘了啊。但是打到现在呢，他5级，对面爬着8级，足以见得俺们家打野有点缺心眼儿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这一把呀，他并不是那么很好打啊，稍微先稳一手，稳稳当当的，也别着急。隔离那些激进分子。
算了，不杀了，拉倒。这剑君确实是有操作，刚才确实是不好杀。不要太着急了。我俩卡兵线回家了，溜了，咱们出一个，哎，不溜了啊，他如果推的话那咱就算了。他很有可能在草丛里边蹲我们，所以这个 Q 不要太着急交，知道吗？应该没带了，吃他一手塔皮。星石剑诀，我们就是一体。让他卡兵线，谢谢 XX 红城，感谢红城，谢谢我们家红城一个飞机啊，感谢，谢谢。爬着找我去了，别着急，这把急肯定是不行，别急。这武器大师确实是有点缺心眼啊，兄弟，你人家都九级，你六级。你怎么打的野？你能跟我说一下吗？这野打的是不是有点慢了？那你就输了。既然你敢先交 W 的，不好意思，将你拿下。这波剑姬刚才没有 Q 的吸地，被我找到机会了。他 Q 是乱 Q 的，这一波他将损失五层塔皮。游戏结束，为什么游戏结束了？因为我们的对线结束了，他们的队友也就结束了。对线一结束，队友就结束了，马上我们就会变成14-3啊，14-3，杀戮塔给他了，去下路收人头的。看来这波不用我们去下了，这波先把红收了，收完红去上路收波线，收完线剑姬指定走，剑姬一走我们再去下，那都打完了呢，都我想试试我直接跟他打能不能打得过他。差一内内，这都打到破定了，谁到了？这都打到破定了。
跟我玩。我是有备而来呀。我说了，我是有备而来。可以啊，这没地方跑了，他交闪了，我们就没招了。我 Q 他，他 W 没交，他没交，这小子不交，他不交，我 Q 他也没有用。当然还是应该 Q 一下的，这个我不狡辩了，我道歉，我没 Q 出来，对不起，我的问题。那没事了，那没事了，那就挺好，没事了。我们先去杀个卢仙，在这挡一走啊！快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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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！这还不来，打石头人的吗？来吧！呀，卢仙，卢仙有点意思啊，卢仙。来吧，卢仙！嘿！这都不太值钱呢，这。这边的妖精33个兵，我的天哪！砍死！俺们这蓝枪挺厉害。先去打个红的，剑尖回家了，他想帮队友打一波人数差，知道吧？我们就在这等啊，我们不可能让他打着人数差。全死了，你这！我想来波五杀。投降。蓝枪也是这么想的。